我问你啊，对，今天是周末假日嘞，累拜狗呢，今天还是有点热热的感觉。你要今天要带我去哪里吃好料的？因为你知道奇美这边最近开了一间，对，是很特别的快炒店，而且这家店的名字很有趣哦。怎么说？它叫肉玉，所以是叫肉玉喽。对，它叫好像叫做肉玉西式快炒，准备来去吃西式快炒。好，快带我去吃肉玉。肉玉。位在奇美的草屋到公正路与中心的交叉口，肉玉西式快炒啊，就跟我的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。因为当时我想到快炒的时候，我会以为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炒店。从店外到店内，它大量的采用的木质材质做搭配，装潢的风格啊，像是我们在美式电影中啊常会出现的场景，所以是一个会让人欢乐又放松的好地方。那主餐类只要是中午都会免费帮您做升级，就是会升级浓汤还有面包跟饮品的部分。这里的服务生啊很有热情又亲切，笑容满分的跟我们介绍说，肉玉西式快炒虽然是一间餐酒馆，但是他们目前也是有在经营一些商业午餐，所以啊如果只要是在商业午餐的时段在这里点主餐化的呢，店内会免费的升级让我们多一道价值80元的副餐。看完了整个菜单，我们也点了不少的菜，发现这里的菜单名称啊几乎都是很 AAA 的嘞。无论啊我们要怎么点啊都没办法进入 AA 的世界。所以换个角度想想啊，这里如果在点餐的时候啊，好像也是可以来用来暗示另一半哦。然后我们有自己用酱料腌制过这样子。超划算的，他们应该就适合夏女的诱惑吧，最近很需要被诱惑，还是他想要寻找枕边人？好，先来一杯试试看，看真的有没有机会。对，然后这是晚上的菜单，谢谢。好喝，姐姐喝起来感觉如何？它是那种水果飘飘，那下面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可是就是喝起来甜甜的，很有夏威夷的感觉。这一杯叫做寻找枕边人。你的表情，我今天来这里就是要找我的枕边人，很重要，我很重要，因为我单身很久了。最后我们吃的这道山盟海誓料理呢，是我们看着隔壁桌吃的津津有味，让我们整桌人啊一直在流口水，所以我们一致同意要加点了一份来品尝。那这道料理呢，它用的食材是深海刺鱿，它在处理上烤的真是恰到好处，让我们在分食这道料理的时候啊，真是边吃的边赞不绝赏，而且在吃的过程当中啊还可以吃到它的鲜味。丁老板跟阿汤，你们觉得今天的肉玉西式快炒感觉如何？今天真的好好吃，因为就它很多样式都不一样。那阿汤，你最喜欢哪一道呢？我最喜欢的是寻找枕边人。西式快炒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嘛，对，我一直以为它是快炒店，不过它是融合西式跟中式的味道在一起。我觉得基本上，我觉得我们还蛮喜欢吃这家店的。看到我们影片的人呢，你有喜欢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来这边尝试看看。来尝尝不一样的西式快炒料理。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如果有喜欢今天影片的，你们可以帮我们做个订阅跟分享。那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YOUNG TV。 对， OK，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。